11个月26天，吃妈妈做的牛肉香菇茄丁烩饭，还放了我最爱吃的玉米和青豆。牛肉去腥10分钟拉成肉泥，茄子去皮切成丁，焯水的香菇剁碎，喜欢吃的玉米和青豆倒宝宝热炒油，牛肉炒至变色，茄丁炒至变软，加适量清水煮半小时，撒点菌菇粉，淋上淀粉勾芡，加入提前煮好的胚芽米，翻拌均匀，收汁即可完成。感谢关注。